发现张立东的帅，女人趁乱告白。我小时候我家人不太给我们看电视，那时候不认识他，可是现在就认识了。来看啊，对，发现蛮帅的。你说第一，我说他不会丑啦。你说不出来是？蛮不错。你诚恳一点。今晚九点，同学来了。